美国加州的世界最丑狗比赛，有一只8岁的北京狗夺冠。它随风凌乱的爆炸头，充满厌世感的五官，怎么样也收不回来的舌头，成为了制胜关键，暴走16万台币的奖金。新闻最后带您一起来看更多资讯，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您收看这一节中视新闻，我是王义仲，我们再会。